今天要来开箱我们在电脑展荣获 BC 奖的 NS1 系列。今年夏天我们即将要推出新品 NS1 Pod 黑钢盾。这次 NS1 系列会在电脑展上荣获 BC 奖，是因为我们创新的快速安装设计。 NS1 系列的主机采用一体式设计，让车行或是消费者都可以更方便操作，安装更弹性，扩充的自由度也更高。这次配件升级，新设计了 USB 款的取电线，一起就路免充电。每条 USB 取电线我们都有附上防水套，避免雨天进水的情况。另外 NS1 Plus 我们也都有附上固定支架，不需要担心被偷哦。这次 NS1 Plus 我们主打的就是让你自己也可以专业安装，欢迎观看我们的教学影片，跟着自己装。小编测试过了，安装一台非常快，女生也是可以自己动手的哦。我们的机子非常小，外观也是做类金属感的质感外壳，轻巧的外观能够让记录器与你的爱车完美的融入一体。记录器全机 IP67 防水，您可以自由的选择要装在什么位置，而且因为主机镜头一体的设计，你随时想扩充都可以扩充成多镜。这次我们在规格上也提升为60Hz 的刷新率，让你的录影画面更流畅。想要及时观看影片或是分享路况给朋友，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APP 操作哦。现在首批限量升级 64G 记忆卡，其中超早鸟优惠限时10天，限省1100元，专业让你随心所欲，赶快趁活动优惠时下单吧。